记住，千万不要放水哦！啊！这样最好了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我们加个赌注怎么样？好啊，怎么个赌法？要是你赢了，我就是你的；要是我赢了，你就是我的，怎么样？先想办法赢了我再说。你刚才猜骰中，连爆了庄家十几把，第一轮我就跟你赌骰子。好，就听你的。姑娘，大还是小？你怎么？为什么不说话？大还是小？怎么了？三女士，你在一起。姑娘，你说话，大还是小？四五六，大。来就来。姑娘，这一把大还是小？继续开大。不好意思，一二三六点小。姑娘，我提醒你一下，你还剩三把，如果你再输一把，你就输了。看来你想和我吃饭、逛街、看电影是不大可能的。着什么急啊？我是让你的，怕你输了回去哭鼻子。继续来，从现在才正式开始。
另外，女士优先，我让你先拿。你确定要让我先拿吗？姑娘，请拿牌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拿好了，到你拿了。不用了，双天至尊已经被你拿到了，已经是最大的牌了，我已经没有机会了，不是吗？第二局就是我赢了，接下来是第三轮。好了，二人较量了三轮，你输了两轮，没有必要再赌下去了。姑娘的赌术可真是高明啊，还想请问姑娘的芳名？我叫甄美丽，叫我美丽就行了。甄美丽？怎么，你就嫌我不够美丽了？不是，你误会了。姑娘人如其名，当真美丽的很。这还差不多。好了，二人，愿赌服输。你现在的任务就是陪美丽小姐吃饭。好哎。好啊。美颜邪了门了，下个月就是你和井上熊二赌局的日子，如果能拉上这个丫头入伙的话，你一定能赢井上熊二呢。